境内网络热门追地下视频。心意又如何？失了敬意才不好。人间的青草地，我两个都要杀。这首曲子不能说跟笛子毫无关系，简直就是毫无关系。我到现在没有听到笛子的声音啊，这就很科学了，它没有对上孔，当然没有笛子的声音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以为它是这样没有对准，其实它都拿反了。碧海潮新曲。你是之前就有这种症状还是？黑龙，喊完了吗？听点好听的声音吧。这样吧，我吹奏一曲，你耐心听完，我就让你走。吹吧。不对啊，这是八乌的声音，过分了啊。吹吧。好的好的。你这是普通的竹笛？当然，要不然怎么会炸开呢？因为你这个是八乌。黑龙已经对音乐产生兴趣了。挺好，为国乐的发展又尽了一份力。不对啊，他这个好像是拿反了。我们来看箫的上半部分的背面是没有地方挂那个穗儿的，都是在下面，所以它是这样。就有这种症状。这个是真的，终于让我看到真的。虽然李明老师的这个手指不是特别的啊扎实，但是好好学过，如果后期好好配音的话，一定会很厉害。突围的兵勇们退回来，看样子是大败而归呀。